从没遇过这样的人，就在这一天，就在这一天，我遇见了他，无法忘记这个人，这个人的第一感觉，超级讨厌。要听雨声。你好，我是光毅。有乐评的。凭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。邀请你让你私下的好评单身公园。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单身？是你跟我，我一把，我们就撤销吧。OK， 但如果我赢的话呢？一开始确实不太好相处，但之后发现那是他关心我，他其实没那么坏，也还算会照顾我，而且他常常会默默的用他的方式来做。我错了，真的。谢谢。你有想过爱情是什么？当然想过啊。对方不知道，却在你的眼里代表爱。想到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，突然觉得距离好遥远。如果真的喜欢呢，就勇敢去告白。你有想过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就是你喜欢我，我也刚好喜欢你。爱，爱你，第三，还是爱你？那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